呀？能不能不要总是给我打骚扰电话？啊，我们这里是点歌台啊，你的前夫给你点了一首歌，主要是呢想让我给你传达几句话。什么前夫？我不是早就和他离婚了，能不能让他不要再来烦我了？啊，他说你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，联系不到你。感情的世界呢，没有谁离不开谁，只有谁不珍惜谁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，所有无能为力的事我都在慢慢的承受，就想问你到底要瞒他到什么时候。我瞒他什么了？都离婚这么多年了，早就不联系了。他问你孩子到底是谁的，他还说为啥跟他越长越不像了。哎，废话，当然是他的亲儿子了。姑娘，他说他已经派人去验孩子的 DNA 了，结果明天就能出来。哎，他现在在哪呢？我马上就要见他。我有些事想跟他当面说。期待着一星雨和一个冲击，同情表达机遇，翻越过前面山地和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，注定般不思议。